太心疼。王嘉尔演唱会踩空摔下舞台，起身后他的一个举动让人暖心。近日王嘉尔现身在墨尔本举办的 GOT7 演唱会，现场热度非常高，王嘉尔热情地和粉丝互动。当队友们都在尽情嗨唱的时候，王嘉尔想走到舞台边缘与粉丝亲密互动时，没想到那些台阶是假的，根本没有承受能力，王嘉尔直接一脚踩空，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。王嘉尔这次摔下舞台虽是意外，但如果是从更高的地方摔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从地上站起来的王嘉尔用手比V向粉丝们示意，这个大男孩坚强的让人心疼。王嘉尔一直是一个非常敬业的艺人，之前就被爆出过录制节目到晕倒，演唱会腰伤复发却依旧认真跳舞，这么努力的艺人谁能不喜欢呢？